生活，每天睁开眼就看见你不喜欢的男人的脸近在咫尺，你不知道有多难受。好吧，不走了。真的。冠云，你说张鑫那儿怎么办呢？我想好了，我觉得我没权利让你为我做更多的牺牲。知道，你可以跟我在一起过什么日子，所以一切都听天由命吧。我还是回去吧。我知道，你不光是为了钱，你想干一番事业，所以为了你，我什么都会做的。我觉得这样太委屈你了吧？你不知道，尹为民他把我当礼物，张青把我当玩物，就只有你，你疼我爱我，所以为了你，我愿意这样做。哎，回就回，怎么了？地下那些报纸呢？报纸？让收货来的弄走了。怎么？回来这么晚？啊，我有个同学约我逛街去了。哦。哎，这个人叫吴什么？吴焕云。啊，这个吴焕云挺本事的，说开工他就开工了。怎么了？这个人不地道。是吗？看着挺和气的呀。他已经经商了，还想玩官场那一套，搞什么形象工程？什么形象工程啊？我到银行问过了，未来大厦的账户一共进了100万，除了这个典礼花出去的，最多也就够他装模作样维持3-5天的。他这是想利用经济假繁荣，再从高速路工程上套钱。我先拖了他，等他这100万花完了，我看他还有什么招数。焕云，张鑫已经知道傅工的底细了。你说什么？他都知道。他想怎么样？他是想拖垮你。你瞧不起你。这是我个人的私事。哎，我送你回去吧。这么急着赶我走啊？12点了，太晚了。晚了我就不能不回去啊？好吧。那我先去洗澡了。
志林，水怎么这么凉啊？志林。明秋，我有急事去办公室了，晚安。你也想起来了，月明案子没进展吗？查无实据。那就挖地三尺啊。挖什么挖呀，连搭档都没了。这不是临时派老郑做你搭档了吗？别提了，都嫌我不会算账，都不愿意给我搭班。哼，平时不努力啊。哎，小江。嗯有事儿？哼，有点。说。算了，还真不好说。你这个人磨磨唧唧的，说呀。算了。哎呀，有什么事说呀。算了吧。不说拉倒。看看报纸。说好了不说了吗？你这个人又不是不知道，我这心里全都是事儿的。你越不说，我越着急。哎呀，说呀！哎呀，算了。说。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。你又不是借钱，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啊？那就更不能说了。难道你真的是借钱？说吧，多少？一个数。怎么样？没问题。真的？你一下能拿出那么多？你也太小瞧人了，我有转业费，而且啊还有伤残抚恤金呢。那好，今天能拿给我吗？我能问一下钱的用途吗？哎，钓鱼。嘿，你这日子过得忒奢侈了点了，一会儿是击剑，一会儿又是钓鱼，怎么着？你要往贵族发展呀？啊，老方。哎，你还真提醒我了。哎。算账一门清，我看还是咱们俩搭档的好。你正停职呢，我不能没有原则。那你就算帮我个人一个忙呗。那么大笔钱都借了，多好，同志，啊！你又看不懂，我教你。嘿，谁说我看不懂？啊，你看不懂。这样跟你讲，这事儿啊，不能告诉任何人。李总，未来大厦出事了。医院了，医院了，钱医院，赶紧送医院，快点，
慢点，来来来，慢点慢点，慢点慢点慢点，小心啊，站住了。